普罗价值，全民政治。My Radio 2012。对屋揸快你。你都唔可以唔佩服佢嘅諗法喎。我其實相當佩服，我相當佩服，因為人生即人一世物一世嘛。冇錯，咁我真係享受到你雲為止，跟住你喺個墓碑嗰度就係寫住我去過Monte Carlo 啊，攬住五條靚女入賭場，唔使好多錢嘅啫。咪真係啊，我唔係講笑啦，真係嘅。跟住咧啊，又有閒錢，即係可能收入都唔錯嘅，去下歐洲地中海遊輪咁樣啦，係啊，去食下魚子醬咁。Monte Carlo 攬住靚女啊嘛，係啊。唔係真係喎，我唔係講笑，用個詞一啲都唔多，一啲都唔多，投放喺一層。其實同貧民窟冇分別嘅樓跟座，雖然佢叫私樓，雖然叫咩乜，雖然佢低乜乜咁啊，低乜軒咁嗰啲啊，係啊，佢只不過將個走廊貼膠板啫嘛，等你覺得好似滑捋捋啫嘛。活化城市論壇，提升正論品味，逢星期三晚十點，城市再論壇。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其实咧，我哋而家准备就将呢、這个即系、就是、民主党初选作假呢、這个呢一件事咧，就即系、就是、有系统咁样即系铺上网噶啦。咁就有聽我哋節目嘅人就會好清楚啦。咁啊，皇上即係今朝早嘅節目有冇聽啦？究竟點樣評論分析即係呢個即係泛民呢個初選咧？咁我即係琴日去完之後，我自己就已經喺度諗，大佬咁都得。跟住後屘埋單一計數，分零鐘一個人投票，咁已經係肯定佢已經係作假㗎啦。咁所以即係天下間即係假作真時真亦假，但係佢哋擺明嘅就假戲真做係嘛，而且越做越假，仲要。咁、所以呢个即係香港民主之始，民主运动之始。咁但係好不幸呢，佢哋係即係民主派最大政党。最不堪嘅就係公民党呢班所谓精英，仲係法律界精英陪佢一起癫，係咪？五区公投真正嘅全民投票，你民主党就杯葛。你搞个假嘅所谓公投，你就即係搞到兴高采烈，係咪？三万几人点同五十几万人比呢？请问？真係笑，真係笑大人哋個口，真係係咪？咁所以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人在做天在看。即係香港嘅選民，特別係支持民主派選民，如果你即係有良知有骨氣嘅，係咪？你喺今年九月嘅選舉，你一定會唾棄呢兩個賣港嘅政黨。即係如果你都唔唾棄嘅，咁冇得講啦，咪大家攬住死。喂，你而家個做法就係、是，喂，你擺明就喺共產黨個。即系个手掌底下运作嘅啫嘛，而家系讲句难听啲系，系咪？喺共产党嘅手掌底下去运作嘅啫，而家即系俾翻炮房你啊，俾你搞咯。咁就系咁啫嘛，系嘛？咁然后就成日去抹黑我哋，又话我哋乜，又话我哋乜啊？中意就揾我仔嚟讲，系嘛？即系你唔怕口难，最捻无耻啊！嗰啲人，呢啲系最无耻嘅。喂，我仔而家坐紧监嘅，你唔好理佢咩理由坐监，到佢而家系坐紧监嘅，系咪？如果我要投共放咗人呢，係咪？所以呢班咁嘅賤人，如果你繼續講，我一個個同你計數嘅，係咪？黃世澤啊、林記啊，係咪？馮偉光啊，所有呢啲人，我全部記帳嘅，慢慢先同你計 ，OK？ 慢慢先同你計，係咪？而家講公事講大局，呢啲私人恩怨慢慢先同你計，係咪？你呢班人準備口爛都得㗎啦，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賤到無倫。喂，一件还一件，关咩事呢？请问系咪？哇，真系呢班咁嘅契弟，契弟到真系系咪？我都唔想理啊！但喺个 Facebook 度又俾我老婆睇到嘛，系咪？跟即系又跟住又搞到我啦嘛，我就当睇唔到，我唔理佢哋嘅，系咪？咪继续讲咯。包括你铁头人呢个契弟，第一个讲嘅就系佢。我个仔出事，我第一个就揾佢介绍个律师俾我，呃咗几万蚊手勾咗佢。
所以呢班咁嘅契弟，我话俾你听，即系你仲要将呢啲私人嘅嘢摆喺呢啲咁嘅，喂，你讲嗰件事咪得咯，啱唔啱？佢点解要炮轰呢个双辉就系咁解嘛，系咪？你又要去屈我哋啊嘛，你明唔明啊？佢讲你唔入咪抹黑你咯。屌你咩？你仲啊跟住双辉就仲有嗰个阿辉嚟撑佢，我都费事睬佢，咪你威咯，继续去威咯，系嘛？睇下几时口烂嘴烂咯，呢班人系嘛？成班都系嘅，系咪？有啲人话点解你得罪咁多人？因为我不留情面，我唔会同你客气噶嘛。喂，跟住呢啲人咪祸不及妻儿，你搵我屋企人嚟搞嘅，系咪？我实同你计数，你放心啦。我一日未断气，我就同你计数噶啦。我话俾你听，系咪？即系所以有时即系天下间嘅嘢咧，即系有时我哋谂下，我哋又唔系好想即系啊咁多怨恨。不过发觉呢啲系贱人，因为呢啲人嘅存在。或者呢啲人呢啲咁嘅谬论咧，你对个即系对成个民主运动系一个最大嘅祸害嚟嘅。嗯，基本上系一个心术不正，用心可诛啊！俾你有权仲唔扑街啊？铁头人就一个最好嘅例子啦。我识佢廿几年，睇住佢走晒样嘅，系咪？而家个样几样衰？你话喂，相由心生，系咪？你再睇翻2007年啊，刘慧卿同我哋一齐反对呢个梁家杰参加小圈子选举，几义愤填膺、义正言辞，而家算系咩啊？呢个女人贱到无伦四个字可以形容。我嗰次听翻佢条片，我喊咗出嚟添啊！咪成个样走晒样嘅，基本上系同我哋困住喺个围院度，你知唔知啊？嗰日系嘛，义正词严，我俾佢讲啊，做晒主角啊，系嘛，誓死抗争啊，系嘛？哇，大佬啊！话口未完，有几耐嘅事啫？三年到啫嘛，吴家产就变成咁啦，系咪？我哋有冇变到啊？我哋有冇变到啊？系咪？大家有眼睇噶嘛？系咪先？所以呢班人，有啲人话点解你哇系都成日要闹佢哋？喂，我唔系今时今日批评佢哋噶啦，老实讲，睇住佢一路走样噶嘛，系咪？边个投共？天地良心，亦都有事实可以佐证，系咪？你攞证据出嚟啦，系咪？我对共产党投书记，边个闹共产党比我严厉？你话俾我听，系咪？喂，我而家一步都未翻过大陆啊！我话俾大家听，系咪？我仔出事到而家，我一步都未翻过去，系咪？喂，我哋真系毁家纾难啊，唔系讲笑。我系因为我老婆凄凉啫，系咪？我哋亦都系过河卒子，冇回头路行嘅啫，系咪？我话俾你，第日适当时候，我哋会将个真相话俾大家听。但系其实唔需要讲到得，任你啲人去噏，等你噏到兴高采烈，我先同你讲，系咪？留翻选举嚟讲啦，系咪？有啲贱人啊，叫我交个仔出嚟，我交个仔坐紧监，点交出嚟啊？黄世泽，屌你谂乜？你唔去死，快啲！是咪？即系已经去到一个非理性到咁嘅地步，咁关我仔咩事呢？咩事我交我仔出嚟呢？呢班贱人讲咩呢？系咪？而家睇到咪成抽都系呢班人咯，系咪？喂，共产党对我哋又打压，共产党最憎就系公投啊嘛，而家好明显，系咪？而家就打你五区公投嗰啲人啊嘛，系咪？打到你瓜佬衬为止嘛，社民连全军尽灭，公民党输到塌鼻，系嘛？大家有眼睇噶嘛？而家挞嘅系我哋啊，系咪？你铁头人冯检基放生你啫，做佢花瓶啊！你啲人都未瞓醒，啱唔啱啊？系咪先？所以点解我哋认为社民连或者其他而家嗰啲仍然够胆同共产党对抗嘅人呢？我哋都仍然系会支持佢嘅，系嘛？社民连除咗某军，系嘛？呢、這个即系反骨、敲兄食弟、出卖兄弟呢个人，我唔会原谅佢之外，其他嗰啲你同我哋做同样嘅嘢，我哋都会撑你嘅。讲完，系嘛？而家喂大佬，喂，我同你再即系大家好似仇敌咁样，咪益咗一班唔家产咯，系嘛？你好似讲系咁，你又去搞佢，我去搞佢，佢几样衰啊？系咪先？我哋乐观其成噶、哦，系咪？但系某军呢就冇得倾噶啦，系咪 ？ICAC 你都够胆去搞我哋噶啦，咁仲有咩好讲啫？呢啲人系咪？肥佬礼钱你都照待噶啦，系咪？冇得倾噶呢个就呢、這个就一定同佢冇得倾。我话俾你听，系咪？其他嗰啲全部都有得倾。讲完系咪？
因为大家的路线上是没有分歧的，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吧？你而家陶君行都鬼拍后尾枕，就因为佢反对我哋追击民主党啊嘛，系咪？系当初佢咪咁讲啊嘛，系咪？而家见到我哋失败，咪追嚟行咁讲，呢啲又系契弟，都冇人有个契弟，系嘛？收咗啦，俾个天，系嘛？嗯。但系你其他嗰啲唔系咁样谂噶嘛，系嘛？所以你社民连入边嗰啲仍然系坚持抗争、敢于对抗共产党嘅，批评呢啲泛民伪民主派嘅，系嘛？我哋一样系支持嘅。这个是必然的，我们是看个问题本身。私人恩怨摆在一边，是吧？但是某人那个不是私人恩怨来的嘛，你是恩私害公嘛，这个契弟，是不是？这个花刀土是恩私害公嘛，乜都敢做得出这个东西，是吧？即是慢慢就等他天收他的这个，我告诉你，其他那些全部都在听我现在讲的， OK， 是吧？因为这一条抗争路线是不可以即是话受到削弱嘅，系咪？所以邓徐忠写嗰篇文，佢系搞错晒嘅。我唔知系佢写啊，定系佢自有人叫佢咁样写啦。话我哋要同佢争呢个所谓抗争嘅票源，啲疏疏地嘅，你凭咩同我争嘅？你邓徐忠系咪啊？你打我工，我对你礼遇有加，系咪？你反我骨，我一样原谅你，系咪？因为我体谅你同佢嗰边老友啲。但是你写篇咁嘅嘢呢，就代表你蒙昧无知，是吧？所以你都系代主席啫，系咪？系咪都系过渡人物，冇乜所谓，不失系一个即系啊叫做即系老实人，但系就戇鳩，系咪？咁所以呢，即系我哋嘅立场好简单，边个企喺呢条抗争路线度坚定不移嘅，我哋就当佢盟友，系咪？所以你长毛都系㗎，系咪？如果你做咗主席之后，你坚定不移喺呢条路线里面，我哋唔会反对你嘅，系咪？我哋而家针对嘅系共产党，我哋针对嘅系特区政府，我哋针对嘅系呢班伪民主派以民主党为首嘅，嗱个立场好清晰，再一次同大家讲得清清楚楚，系咪？所以即系大家亦都唔需要怀疑，都唔需要喺个网上讲埋啲无谓嘢，啱唔啱？我哋系好清楚嘅，系咪？即系人个人嘅利害系事小。私人恩怨亦都系事小，人世间微尘世间，区区小事系嘛？日日如果为咗呢啲是非，即系去即系介怀，同埋令到自己唔开心嘅，就好戆居嘅。但系呢啲咁嘅人，如果伤害到公事，伤害到大局嘅话，我哋一定系口诛笔伐，冇得倾，打甩个鼻都要同你打，系嘛？即系尤其是有啲人嘅人格上出现问题嘅，你点同佢合作啫？好简单嘅啫嘛，系嘛？明白，即系。我哋成日讲一句嗱，譬如好似社民联或者其他嗰啲人，我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唔使一定行埋一齐，但係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八个字，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係咪？嗯，呢个最好㗎啦，係咪？咁如果你要企佢哋嗰边嘅，我哋梗係口诛笔伐，冇得倾㗎呢个啫。一个路线上嘅分歧就冇得倾㗎啦，呢个一定係敌人㗎啦，係咪先？唔通我当共产党系盟友啊？係咪先？好，我哋听电话，卢生。系阿郁文，唔好咁怒气，伤身啦，有阵时吓。唔系，唔会伤身嘅，我不嬲都咁嘅。得知道。OK， 我净系观察到咧，琴日阿宇阳咧特别节目六点钟咧就突击咗阿莫乃光。咁佢就话会公布每个钟头每个票站嘅票数，咁我諗佢，我估佢多数唔会走出嚟㗎，但係追佢呢样嘢佢应承咗㗎嘛，有晒录音有晒成啦，跟住如果将啲时间挂上网呢，咁变咗我都有去过两个、票站嗰度踩，就得见到一个人投票啫，另外一个呢有个大叔投咗15次都唔成功，咁唔知係咪计15次啦。跟住嚟讲嘅话呢，咁我哋咁多，我最恐怖样嘢，我哋个好自发㗎，好多系单人去添㗎。咁变咗嚟讲，挂上网，我估佢唔出㗎就逼佢囉。跟住嚟讲嘅话，我哋会对返条数，边个时间边个时间，你咪有数计到出嚟㗎囉，做个 Excel 咪计到出嚟㗎囉。咁不过佢就应该唔肯出㗎啦，但系都有得追佢啦。第二样嘢，嗰票站呢着嗰啲风褛，有着风褛嗰啲呢系港大中庭耀嘅学生嚟嘅。嗯，即系两个三个 ，OK， 咁佢哋系负责系输入，即系协助输入啦。阿钟庭耀教授有责任 check 下问下学生，印象中人流啊，人流嘅投票站呢个时间人流啊嘛，嗱 ，OK， 日有几多人投过去唔记得咗啦，人流边段时间冇人排队啊，成啊，佢应该有道义啊，责任嚟讲咧，讲翻出嚟，如果唔系就追鬼佢，系咁追佢，两条数一对对出嚟。
你点整三万几人嘅啫？全部学生佢噶嘛？即系每个投票站都系噶嘛？唔系全部佢嘅，佢边有咁多学生？唔系佢我问咗两个，佢就话，但系佢最后条公布咧，就嗰啲咧啊。负责协助投票嗰啲啦，喂，你好简单，你正话睇嗰条片 ，Raymond 拍嗰搵人拍嗰条片，嗰、那个着即系草红色风褛嗰个女人就系民主党区议员嚟噶嘛，太好啊，系咪？嗯，外围有啲都系民主党嘛，所以你话喺个投票站里边全部都系中庭要啲学生呢、這个就系即系，唔系我见两个，我唔记得咩色风褛，就一个咧就两个人，一个就两个都系两个人。就嚟讲同佢，我同佢倾咗好耐啦，咁样我话唔系搞你咁样，我问下，因为见到保育党，我有啲正义感嘅市民都要踢爆佢噶啦，保育党喺度，咁同佢讲，咁四个天水围两个站都系都系港大嘅，系嘛，咁咪即系变咗我哋慢慢搜集啲资料，我哋有个平台嘛，跟住逐个问，跟住 call back 翻咩？如果系多嘅话，唔问佢咯，即系两条线一齐揿佢咯，因为一个就莫乃光嗰条数啦。你答应承咗俾，点会冇啫？冇即假啦，系咪啊？跟住另外一定有印象。如果佢咁嘅人数嚟讲咧，条龙系未断过噶，未停过噶，即系咁样拍翻，未停过噶。头先我讲咗啦，即系呢个系即系不过即系啲主流传媒亦都唔肯报道，亦都冇人踢爆佢。而家只能够靠我。我而家见到就同啲朋友咧，见到朋友见到食饭啦，都讲哦，咁都得嘅。咁都得嘅，咁噶嘛，逐个传咯。香港人系戆居居嘅。我想一样嘢，言论意思嚟讲咧，口传口，即系我而家呢个作用咧，我啲朋友嚟讲咧，以后都唔睇民主党，佢唔会企我哋呢边，即系话我哋激进啊。但系嚟讲咧，有样嘢，任何人都最真俾人揾问题嘅。嗱，你记住咧，即系卢生，我哋唔系要做主流派，我哋负责系提醒啲瞓紧觉嗰啲人，系咁多嘢啦。系咪我哋从来都冇话，我哋永远有啲人话我为咗争呢个泛民嘅龙头地位啊，我啊为咗争咩？我争条毛啊，我系咪？如果我要争，我奸咧，你系咪企喺呢边啊？我要争啊，我奸咧，我唔会好似佢哋咁啦，系咪先？以我自己嗰个论述能力同埋我哋嗰个人脉，我奸啦，我使乜？搵钱唔系，你搵钱唔系做呢啲嘢啦，系咪先？好多谢你电话。我哋有少少时间呢，我就想讲下即係呢个台湾个选举，因为我哋礼拜四呢就组团，人民力量有个团呢就去观选，咁除咗人民力量呢就前线又有个团 ,ok, 咁又因为恩生讲呢就即係台湾啲关系又即係非常之好嘅，咁佢哋前线又可以独立做一个团，咁但係人民力量呢就亦都有个团。咁另外我哋人民力量嘅麦业成呢，因为佢係台湾各大专院校香港嘅会长呢，咁佢哋就有一个参政人士嘅团，咁又另外一个团，咁其中亦都有啲我哋人民力量嘅人嘅。咁即係严格嚟讲，人民力量前线加埋呢个即係麦业成带嗰个团呢，总共三个团加埋成六十几人嘅。咁我哋主要就去睇呢一个即係总统大选同埋个立法委员嘅选举。咁个行程都已经出咗嚟㗎啦。咁我哋就稍后嘅时间定咗行程，我哋都会摆上网嘅。咁就我哋嗰个团呢，就团长呢就係我哋嘅主席刘家雄。咁另外我哋就有成廿几个人嘅。咁有啲系我啲职员啦。我有六七个职员，即係我啲助理同我去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即係去观察台湾呢个选举啦，即係学下嘢啦。咁另外就有啲即係区议会选举嘅，即係票债票偿嗰啲参与嘅人。咁有即係加埋有廿几个人嘅。咁就呢一个团呢就喺礼拜四就要成行㗎啦。所以礼拜四嗰个节目呢我就唔做得㗎啦。因为我嗰时已经喺台北。咁礼拜四呢即係话而家嚟緊呢个礼拜四个节目呢就我哋阿大舅哥做，希望佢病好啦，係咪？咁可能佢又掹阿 Raymond 上嚟又同佢即係大家 check 下啦。咁就礼拜四我哋就去台湾。咁就个行程呢就其实都相当紧密嘅。咁礼拜日呢即係我哋就返嚟㗎啦。礼拜六就投票。礼拜日返嚟呢就係我哋晏昼返嚟就参加完即係个选后嘅座谈会之后呢我哋就会返嚟嘅。咁今次就除咗我哋，我諗係最多人就我哋呢，而家政治组织嚟计就去官选最多人就我哋嘅，其他嗰啲民主党啊、公民党啊、其他嗰啲政党都有人组团去嘅，据我所知。不过就係如果论人数阵容啊，最鼎盛嘅就係人民力量㗎啦，係咪？我哋可以组成差唔多，即係严格上嚟讲係两团啦，係咪？如果加埋麦业成嗰团係三团啦，係咪？咁就大部分嘅活动呢我哋都一齐嘅。咁我哋主要就会参即係会去拜访三个党嘅竞选总部，包括亲民党、
民进党同埋国民党。咁另外我哋会去呢个陆委会，即系拜会陆委会，亦都会去参观一啲投票站。咁亦都会去几个，即系去呢、這个主要系民进党同国民党嘅造势大会，即系最后，即系投票前一日嗰个造势大会，最后嘅，即系最后动员噶啦，嗰个气氛好好嘅，即系揽埋都十万八万人嘅嗰啲咁嘅造势大会，咁我哋大家又可以去睇下，睇完之后你就发觉香港啲选举咧，即系幼稚园嚟嘅啫，我而家话俾大家听，系咪？台湾我睇咗成廿几年台湾嘅选举，差唔多三十年我睇咗。睇住佢一路一路咁样发展，啊，即系我自己即系都有好多感想嘅，即系人哋三十年真系有成，系咪？而家民进党同呢个国民党，即系而家两个候选人个差距系好近。嗱，而家就停止咗公布呢个民意调查嘅啦，因为喺选前一个礼拜，咁但系两个党内部都有做嘅，咁当然呢个系唔可以公布嘅。喺佢即系个民调停止公布前。啊，即系嗰啲民意调查，你已经睇到咧，即系马英九同蔡英文嗰个差距大约系三至五个百分点左右嘅啫。咁而家即系已经唔可以再公布即系最新嘅民意调查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啲耳语或者即系内部吹出嚟咧，就话即系相差嗰个差距而家仲拉得仲近添，可能讲紧系三个百分点左右嘅。咁有啲人甚至做一个咁嘅比喻添啦，佢话如果个民意调查相差系即系低过10%嘅话咧，就等于国民党输。嗱，呢个讲法喺今次呢个选举里边咧，就未必系准确嘅。过去两党对峙嘅情况底下咧，即系通常嚟讲，嗰个民意调查咧，即系话你国民党一定要即系话要个差距拉得远少少，咁你先至叫做有即系叫有绝对嘅胜算。如果喺嗰个五个百分点之内，或者甚至乎更高系10个百分点之内咧，咁你国民党就有机会输嘅。咁但系今次因为多咗宋楚瑜呢个因素，宋楚瑜而家大约系5至6% 嘅支持度。咁但系我估计咧，而家闩埋门之后咧，佢嘅支持度已经低过5% 嘅。咁如果低过5% 嘅时候咧，到投票嘅时候咧，佢连嗰5% 都冇埋嘅，可能得翻2-3% 嘅。咁如果个支持度得嗰2-3% 嘅话咧，佢就对马英九咧个影响系极为轻微，系嘛？所以而家呢个选举咧，其实到今日为止，你都不能够下一个定论话边个胜算比较高。系嘛？咁当然有啲人主观意愿就希望蔡英文赢，系嘛？因为呢个系变咗第三次政党轮替，台湾嘅民主政治咧就真系好成熟。第二咧就有个女人做总统，系嘛？呢个亦都系中华民国嘅即系政治史上亦都写下即系历史嘅一笔啊！咁亦都相当有意思嘅啊！咁但系呢个咧就我就唔敢讲嘅，因为我老婆咧就系深蓝嘅，OK 啊，所以。我啲尴尬咧，即系我讲一听到我讲就哼我头噶啦，你明唔明？咁系咪？因为佢系深蓝嘅，即系我哋要申明先。嗱，我太太就系道道地地嘅台湾人，系咪？但系佢系深蓝嘅。咁你有啲人话啊，梗系外省人先深蓝啦，错系咪？好多台湾人都系深蓝嘅。如果唔系，佢点攞差100几万票啫？马英九上一次系咪？咁所以无论点都好，呢个选举非常之有意思嘅。所以我哋组团去咧，我哋即系当然我之前又会同啲团员 briefing 啦，因为我比较熟啲，系咪？咁啊，事后我哋亦都会参加个选后嘅座谈会。咁希望呢几日咧，对我哋呢班年青嘅朋友咧，观选嘅朋友咧，就即系有啲得益，系嘛？可以学到嘢，或者甚至乎有啲启发，系嘛？甚至乎对我哋跟住落嚟9月个选举咧，可能会即系对我哋嚟讲啊，有啲启发啦。咁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学到啲嘢。当然我哋亦唔可以将佢即系照单全收，即系搬嚟香港咧，因为根本个情况系即系完全唔一样嘅啊。咁人哋而家系有完完全全嘅。即系民主选举啊嘛，我哋呢啲系揾老衬噶嘛，包括我哋呢个民主派嘅最大政党，就日日喺度揾你老衬嘛，老千党嚟噶嘛呢、這个，除咗系卖药党之外，仲系老千党嚟噶嘛，即系民主党已经系100%嘅老千党嚟噶啦，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已经对佢已经系客气噶啦，系嘛？好，我哋听下张小姐电话。你好啊，张小姐，同埋隔篱嗰个Raymond，你好啊，即系你第一次主持节目。即系有啲即系几好啊！我觉得唔错噶，不过俾我讲晒佢，唔好抢我，因为佢俾面我老噶嘛，所以下次佢如果佢同阿大舅拍档嘅时候，佢可以讲多啲嘢。而家讲少少题外话，即系再讲呢个民主党。
啊，郁敏嗰个百年啊，身后百年话沧桑我都有听，非常之好啊。我又好期待咧，郁敏你咧，你以前话成个哥话讲历史。系啊，我呢个成个吓，呢个成个。我听你好耐噶咯，我真系要抢威一下。唔该你大佬，你真系整翻个历史节目。嗱，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睇到嘅，即系呢个真系唔系我嘅问题咯，系即系一路以嚟呢过去呢一段时间，大家睇到我哋都系即系。一單又一單冇停過嘛。係，我都知道。我希望你講下汪精衛啊，咁佢哋嗰啲啦。係，好多嘢可以講嘅。咁而家又講翻琴日嗰個初選啊，我就一個師奶咧就走去踩咗去兩次場啊，去咗大埔火車站啦，同埋嗰個大埔中心啦。我就想質問阿文阿何俊仁咧，你話向霸權宣戰啊，你點樣宣戰啊？你呢我記得是08年呢佢係投嗰、那個領會係投咗贊成票。咁另外呢喺兩電嘅時候呢 ,08 年即係08年嘅兩電呢佢又係投咗贊成票㗎喎、哦。反對票淨係得阿大舊同埋阿長毛咗喎、哦。我有一次喺千禧年代我又當面質問過佢。所以我一都行我打電話上去宣揚佢呢啲好事㗎啦。咪事實係嘛？你支持領匯上市，反對咩地攤霸權啫？即係好笑真係，佢當自己咁失憶咁啊，唔記得過佢自己。係啊，我話佢支持倒退嘅方案，佢話佢已經係最好嘅喎。佢答我喺千禧年代，我琴日去咗兩個大埔火車站同埋大埔中心都唔係咁多人啦，所以你一講我就，我琴日睇嘅情形，我就個心諗都唔會話我落估佢係一萬幾千人投票，哇！佢話三萬，而家你一講。即系我哋啲师奶计下数又系，唔系嗱，好简单啫。我话俾你听，张小姐，你将呢个三万三千几除以74个票站，再除9个钟头，咁你就计到条数，平均系分零钟一个人投票。我去到佢都唔多人，得唔得啊？佢都唔多人嘅，我眼系好搞笑。咗佢一轮，得我一个因一个师奶仔，真系唉。哎、不过香港人咧都好犬儒啊，我都系好犬儒，好、无奈咯。好犬儒，真系你讲得啱嘅。但系所以即系你话就算选咗蔡英文，我都乐观其成，我就好羡慕人哋1200万人选一个总统，唔止1200万啦，1500万人去投票啊，大佬1500几万人投票。诶，郁敏唔好咁怒气啊，努力啲啊，大佬。唔系，我哋而家各有各做啦，大家即系尽量啦。有啲人话啊，你都即系60岁人啦，仲咁辛苦，我又唔系觉得自己好辛苦嘅，系咪？即系你仲有能力，即系就要即系继续做，做得几多得几多，系嘛？即系成功不必在我啊嘛，系咪？呢个司徒老祖讲噶嘛，系咪？冇人啊嘛，系即系多得去淋咩都辛我哋一句啊，真。你真系坦白啦，系真系好多谢你电话啊！跟住周生，喂，系周生，郁敏，周生你好，系我想问一问咧，阿何俊仁参选特首嘅咧，佢使唔使辞去立法局议员啊？唔使，使乜辞啊？咁点解佢哋其他梁振英啊、许连要辞去啲公职？因为佢一样选唔到噶嘛。迟乜春啫，系咪先？系嘛，佢一定选唔到噶嘛，系咪？咁仲有就选到先辞职噶嘛，系咪？选到先辞职。系、哎，咁你大佬，你三月选啊嘛？哇，系、啊，但系点解上年曾荫权又好似要辞咗先选嘅咧？上次唔系佢哋啲政府入边嘅人，咁佢就要辞啦，系咪？咁但系你立法会议员就唔系法例上都冇呢个规定。嗯。咁啲公職，如果有公職在身，會唔會唔使避嫌嘅咩咁樣？唔係啦，但即係選舉條例冇咁嘅規定啦，係咪？咁但係你呢個提法又幾有趣咯？咁我答你就係條一明知輸緊咁啊，做咩要辭咗立法會議員？係咪選係冇 Q 意義啊？最主要就係我哋真係辭職話過，咁選唔選得翻又係未知嘅喎，係咪？我哋搞呢個五區公投，咪真係辭職先？系啊，系嘛？跟住连埋嗰个约满酬金都冇埋，嗰几啊50万，大佬唔系讲笑嘅，系咪？你系要全香港选民 endorse 你一次做，冇埋嗰几啊皮，系咪？而家翻入去做，有冇得按日子嚟计翻俾我哋？又唔知，系咪？咁我哋从来冇即系去计较嗰几啊万嘅，系嘛？唔好话仲要揞钱走去搞五区公投，系咪？所以系好戆居嘅啫，其实谂下，而家系嘛？所以有啲人咧，如果即系夹我咧，大家你即系有我有一个朋友提醒我，咁你譬如喂，我解俾啲朋友听，佢话郁敏
喺立法會，咁佢都可以學佢哋咁著西裝打呔，咁跟住又間唔中同啲官食下飯，豐衣足食咯，係咪？跟住就同啲有錢佬即係打下攞，咁啊整兩個非執董做下，咁你咪豐衣足食咯，明話富貴咯，係咪又唔使鬧人？咁你而家鬧人，咁啊梗係乞人憎㗎啦，大佬，冇人會關照你嘅喎，可能你即係如果第日冇嘢做就做乞衣嘅喎，係嘛？明白啊，即系咁样噶嘛，系咪？咁佢咧，佢话系，我咁同啲人一讲又话啊，咁条友都算戆居喎，咁你攞嚟嘅啫，咁啦，就系咁啦，啊呢条友算戆居，咪就系咁啦，嗯，但系冇所谓嘅，你谂下，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即系由社民连时代开始，从无到有，咁而家社民连都叫做吓一方之雄，系嘛？咁喂，大佬，我都有少少功劳啊！是你的功劳来的，你不用去了，咁有。好啦，再人民力量，喂，而家都，喂，你睇下，即係我定係睇到琴日我好开心嘅。喂，大佬自动埋位嘅，你好似 Raymond 嗰啲又去拍片又去剩咁啊。个个啦，头先嗰位阿太，喂，又自己就去搞佢嘅，自动埋位嘅，你明唔明？几好嘢啊，係咪？唔需要作假嘅，我哋，係咪？即係呢个就係对我嚟讲係一个最大嘅一个回报嚟嘅。即係我係觉得係见到有班即係手足咁樣呢，我好開心嘅，係咪？好，周生，多謝你電話喇喎，係咪？因為我哋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今日呢就好多謝 Raymond 嚟同我拍檔做節目。冇咁講，學咗多嘢。雖然呢就佢冇乜嘢講，因為俾我講曬，咁但係我第日就會收斂下㗎啦。有啲後生仔上嚟其實唔好嚇怕咗佢，下次佢唔敢上嚟做節目。上堂啲。咁但係佢今日有好大貢獻，佢放咗條片俾我哋睇，咁希望大家一路即係啊傳出去啊。咁仲有其實呢有段佢又冇拍到嘅，嗰段就好曬。就係睇個區議員點困個阿婆去投票，因為幫我拍片個僆仔已經後屘俾人兇到手震啊，所以你見到段片個鏡頭喐嚟喐去咧，佢手震啊，咁我你帶住電話走先啦，咁樣啊。好，咁啊嗱，禮拜四我就唔喺香港㗎啦，咁啊阿大舊喺度主持大局，咁啊 Raymond 最好上嚟陪佢啊，咁啊好啦，今日就即係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拜拜，拜拜。心中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曾经痛惜年月里转化为力，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惊怕，惊惊惊惊通通砸泪，不必多看他，浮浮沉沉昨日人群虽不说一话，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亦已假，但有一